早安。早安。我们今天到了基隆，哇，你看海耶，好漂亮啊！好久没有来基隆了。我们今天来基隆玩一整天，那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，那再带你去海科馆好了。海科馆那边有蛮多小朋友可以玩的，一些设施啊，那还有一些海洋的东西。那我们今天就玩一整天吧 ，Let's go！ 哎呦，我们先来去吃当地很有名的一间早餐店，叫阿信豆浆。好。哦，它的豆浆好像很特别，也很厉害。我们来去吃看看吧。好。不过刚路过人好像很多，所以可能要排队了。大排长龙。你肚子饿了吧？很饿。很饿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车位太难找了。好，我们赶快过去吧。 我们一人的早餐，烧饼加油条，油条，这边早上吃看看，有点烫哦。快的，你要吃到中间有，你试看看。旁边还有芝麻，它的烧饼很 Q 软，然后不是那种酥酥的。 就是它的油条又不会到太碎，所以整体是偏湿润感，蛮好吃的。可以再加一点酱汁，桌上有些酱，可以配着酱吃，不错。嗯，因为一般油条很多都是很酥很硬，我喜欢它这种油条，然后搭配烧饼，其实不沾酱汁也不错吃。上面就是满满的白芝麻，很香很香，好吃吗？ 看看他们的豆浆，它的甜度觉得刚好，然后有一种淡淡的焦味嘛，焦香味，嗯，还蛮好喝的，真的好喝，这真的很好吃哦。 这是他们的咸豆浆，看起来像在吃豆包感觉，而且上面有撒一层辣油跟油条。因为我没有吃过咸豆浆，那我觉得不错，可以尝试看看，这是他们店里的特色，可以试看看，特别。 其实很好吃，有没有吃到辣？不，哦，有一点辣，有点辣，也、欸、好好吃哦，它就是就像吃蒸蛋一样，对，它就是有保存感。 吃完早餐后，接着去基隆仁爱市场里有名的吴敏面馆，地点就在仁爱市场2楼。这家主打海鲜美食，有超浮夸的盖饭，例如满满的蚵仔的男子汉蚵仔盖饭，虾子多到爆炸的女神虾扯蛋盖饭，东西都很好吃，排队人潮很多，要耐心等待哦。小朋友，我们是几号？47号。我们看一下菜单好不好？ 哇！你已经想好点什么了吗？因为这个已经卖完了。卖完了，秋刀鱼已经卖完了，这么快？现在几点？嗯，然后这边旁边有很多的站，有个站它表示招牌，对不对？应该很好吃。好，我们已经想好点2个很厉害的，待会你就知道。好。满满的男子汉，盖饭，盖饭，对啊，是满满的鹅啊。那我不敢。 是小小男子汉。这个呢，女神盖饭。那就是我来吃喽，女神盖饭。女神盖饭吃虾饭。而且你看它很酷哎，它满满的虾之外，然后还有半熟蛋跟这个萝卜，两种都不喜欢，好赞哦！看满满的，这有几个啊？哇，20几只吧！哇，好多，满满的虾仁。然后它这个鹅啊也很酷，整个是哇满的，完全看不到饭，你看，完全看不到饭，饭在哪里？下面终于看到了，哇，老半天才看到。 它的饭其实也给很多，很扎实，然后上面铺满满的鹅啊，而且超级饱满。你看每一颗鹅啊，哇，超级饱满的，我最喜欢吃鹅啊，赞！开始，开始吧。 仙女饭吗？女神。好，女神。好。女神盖饭。好。好，我来吃我的女神盖饭。它有搭配它下面的这个饭，有甜甜的酱汁，很好吃哎。那边。然后除了有这么多的虾仁之外，还有这个半熟蛋。 它这样搭配，再配一个萝卜，煎萝卜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换我吃了，这个是蚵仔，哇，它满满的，我数不清了，因为帮我数看看有几颗蚵仔好不好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应该有超过50颗。开玩笑啊，50颗，但是真的是看不到饭耶，都满满的都是蚵仔，我吃一口看看。 很甜哎、这个满满的这样吃完，哇，这会受不了，这真的太多了。很满足啊，你看，好好吃哦。那里面的料给我看一下。你看，满满的，我已经看不到底下的饭了。吃起来口味如何？还不错，我觉得比较偏淡，不像你那个可能。 对，我这比较偏淡一点，哎，满满都是蚵仔，好好吃，这家店啊，虽然生意很好，可是老板他们的亲和力十足。刚刚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啊，都会一直来关心我们是几号，我也不会被忽略掉。而且我们在吃的时候，刚刚这边的酱啊，因为我们吃海鲜类蚵仔想要沾酱，然后老板也会跟我们说要另外再去沾酱会比较搭。就连我刚刚包包没有位置放，然后老板也会过来拿椅子给我。 对，就主动服务，就这种态度真的非常的好。好吃好吃。刚吃完那个男子汉盖饭跟女神盖饭，肚子真的超饱的。那我们现在再继续吃吧，我们来去吃冰。基隆有名的就是泡泡冰，我们来去夜市那边有一间泡泡冰店。好。爸爸妈妈小时候有吃过，还蛮好吃的。好吃。一阵子没吃了，带你来去吃看看。 是以前我们的味道，长得好像在吃花生的感觉，就像吃花生酱啊。很久没吃了，味道没变，一样很浓郁，然后里面一样有那个颗粒，跟花生颗粒。我好像第一次吃，你那是第一次吃啊？我们是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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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喜欢就是花生口味。你那时候还在天上飞嘞，真的，不知道在哪里。 因为我也真的很久很久没吃了，吃到看是不是跟我以前吃的味道一样，没有变。它就是我在吃整个花生。花生酱。很浓郁的花生酱。是不是很好吃？我本来就说要来吃这些，你就说啊，我不太喜欢吃花生哎，结果呢，你的表情好像是非常想吃，还跟我抢着吃。我们逛街路过拍贴店，太久没有拍贴了，这根本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。我要点这个。你要带这个拍贴啊？啊，你带可达鸭。太好笑了吧！哇，好可爱哦，可达鸭。那妈妈要带哪一个？妈妈带印第安啊。印第安人。好，那我们找那个，看要拍哪个贴纸。好吧，那你要哪个？啊，我待会找一下。好。我们全家人在挑要戴什么帽子，就花了20分钟。妈妈有选择障碍症，你加了个眼镜是吗？好可爱哦。换我，我戴妈妈本来要戴的埃及艳后的头套。哎，还蛮适合我的。最后我们选择了这个机台。 这真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回忆哎，已经几百年没有拍这种街拍了吧？居然逛街路过看到，吓到我了。成功！啊，我们第一次的拍贴，给你看。啊，这张没拍。没关系，其他的好可爱哦。你看，全部人的耶，开心吗？接下来我们要去与鲸共游。 鲸啊，不是鲨鱼啦！你以为是 baby 鲨啊？它待会会在天上飞哦，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像那个网络上说的，很特别，它很有特色。你会害怕吗？是真的的鲸鱼吗？是啊，是真的的鲸鱼，是真的。到了，结果是与鲸鲨共游。哎，悠悠，那到底是鲸？ 还是鲨？我觉得是鲨哎，妈妈，你觉得呢？应该是鲨，因为它最后一个字是鲨。哦，因为最后一个字是鲨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像熊猫跟猫什么的。OK， 走吧，我们去坐电梯吧。是不是有教？如果熊猫跟猫熊，那熊猫到底是猫熊还是猫还是熊？它是熊，所以呢要念猫熊。哦。我们老师跟我们讲。老师跟你们说的。那鲸鲨呢？鲸鲨这个字是鲨，代表它是鲨鱼。 它是鲨鱼 ，OK，Good。简单4步骤，先下载 App， 再照着步骤，鲨鱼就出来咯。好，妈妈先来安装 App。看到鲨鱼吗？有。快点，鲨鱼在哪里？ 鲨鱼在天空，有鲨鱼在天空，可空之中都是在你头上，在我头上，在我头上，好，不要动了，我叫你转过来，我好大只啊，快转过来，1、2、3。与鲸鲨共游这个 AR 效果。 真的很适合带小朋友来体验看看，绝对可以消耗他们的体力，让他们来追杀、拍照、录影，很有趣，大推哦！光一个与鲨共游，我们就这边耗了快1个小时，太多好拍的了，一直在拍鲨鱼。小小摄影师在帮妈妈取景。叫五合菊花茶，大家看它的味道。我听说来基隆，有些人都特别会来买这家菊花茶。但是菊花茶甜甜的，是冰糖的成分比较多，还有一些是中药味吗？对对对，人参、枸杞、桂枝那边有介绍，你看，就是有一点那种中药味。一般中药味我们会都会想到那种，有些人不喜欢中药的口感，有些人会觉得苦苦，对小朋友觉得苦。可是我觉得它搭配的这个菊花茶。 mix 下去，这样子就不会啦。嗯，然后又冰冰的，很解渴。像我们刚刚一直用走路的累。对，回去再买一罐回去。啊，你想买桶装回去？那边有那个瓶装的。哦哦，瓶装，我叫桶装。桶装太夸张了。再买一瓶回去就对了。对。好喝的感觉不一样了。等下再加点一杯。没有，你自己一杯就可以。跟妈妈一起喝。它冰冰的，很好喝。你觉得菊花茶好喝还是冬瓜茶？要比的话，我是冬瓜茶吧。比较甜。对，因为呢，这个里面加了中药味，就改变了一些味道。我比较喜欢菊花茶。啊，真的、哦？因为冬瓜茶有时候越喝越渴，那菊花茶不会。好吧，你觉得呢？都好喝。哦。呵呵 不会太甜，真的刚刚好了。我觉得这个就很解渴，比买那个其他手摇来的还好，因为这个就比较健康的感觉，而且不会太甜，真的刚刚好，这味道。因为有中药啊。超好了，哎呦，真的再买一桶回去好了。桶会不会太夸张？瓶装有买五送一，干脆买五送一好。买五送一，越买越多，天天当水喝吗？这样也不好吧？没办法，三个人喝很快就没了。哎，这真的。 大推大推，实在太好喝了，所以又买了一桶。